原来是青红大侠刘文龙。昨晚我专程去拜访你，不在家，想不到你及时赶到，好极了。咱们的旧账今天该算一算。混世魔王，三年前你蓝图劫镖，无恶不作，我只不过给你一点小小的教训，想不到你非但不知悔改。 反而变本加厉。好，你既然喜欢多管闲事，我就叫你知道我的厉害。 青红大侠，你用毒镖伤人，刘文龙，咱们后会有期。